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印第安 princess， 这个非常有名，做了好多电影的，也做过调查过很多有钱人、有名人，也调查过很多世界各国的总统，也调查过很多 mystery， 就查杀人也调查过最残忍的分尸案、残杀的案件。早期破案很简单，就是刑讯。当然现在破案就是靠人证。是芝加哥的总法医一看就像个性犯罪的，这是个苏联的总法医一看就是杀人犯，当中这个人是好人，所以你绝对不能说只是看，一定现在的方法一定要改成，就是将来的因为去 coding 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 data mining 啊 analysis all 这些新的。这是什么地图啊？美国地图我知道，谢谢你。是什么样的地图？犯罪率。犯罪。犯罪。OK， 有奖有奖。好，大家对他鼓励。最近的地方犯罪有多？大家看，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佛罗里达、西雅图、加州的，当然我们希望整个加州。分开来走掉，美国的犯罪案件少了一半。所以有很多个朋友知道我已经退休四次了，但是每次退休又回去工作，所以我太太说你怎么不像人家一样退休退休，我说太太啊，要找个地方另一半睡的才能退休。有一天我演讲，他听了晚上就跟我说找到了，要退休了。我说哪里啊？他说在佛罗里达这个当中你翻牌了。我说太太那是个湖。我翻牌了，我没有翻牌。好了，你笑得这么开心。所以这么多犯罪，美国每3-5分钟就有一个人被杀。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怎么样1个小时了啊，已经两个人杀死了，已经10个女人被强奸了，已经多少个强盗被骗了，快60个50个了，这个 burglar 14个 second听他听他听他他就有一个小偷案件，这么多案件，我们台湾也有。你假如整个世界，你想想有犯罪的情形多严重？那破到了多少案呢？当然，他们警察的破案率高一点，在美国杀人案64.8%，30多个%，36个%没有破。一年我们的美国大概有18000件凶杀案，就是6000件没有破，10年就是60000件。你想想，60000个家庭在等着正义的来临，所以对社会、对法治失望，它有理由的。你说强奸案件40%破，凶杀案件只有12%，所以我们成立了个冷案中心，很多各地、世界各地，尤其美国，很多家长跑来。跪在地上，摩斯林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我的女儿40年前失踪了，有的是我的儿子几十年前被谋杀，我老公不见了。哎呀，一天到晚，整天这些案件，心里很难过。所以我们当然就成立了冷案中心去协助这些案件。这些案件主要的这个社会，一个社会一定有法律。law，但是个人也应该有个人的自由，但是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一定要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好像学生在学校，学校有一个学校 regulation，law 是人为的 ，science 是天然的。science 不管你到美国、中国、德国、意大利都是一样的。law 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
么多年破案的经验，我说很重要的那个 concept crimes witnesses visible evidence data money public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这六个要同时进行。一个现场，这里三个人会杀，爸爸跟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大学生，每一个弹壳都有一个命令，是一个物证。那个弹壳告诉我们是哪种枪，然后每个弹道告诉我们这个行凶人的位置，他的射击的方向。这个是 M16 扰的这个人的华丽打了十多枪，这些每一个就像一个艺术品，也像一个油画或者一个陶器。我们看这些现场跟你们鉴定文物是同样的 principle 的道理，所以我们第一件这个现场一定要注意。现场呢，除了一般的观念说定义现场就是个尸体或者一个房间，但是现在的新的定义有微观的市场，有宏观的现场，所以鉴定文物的时候也不是只是看这样东西，这东西里面有什么文物，有什么眼睛里面它的区有多大，那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很多文物证据。但是现场也可能像911整个买汉城，也可能像马路街，也可能像很多现场，也可能是你的电脑，也可能是你的手机。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就是电脑犯罪，整个现场的定义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是一个 foreign article， 也可能是一个毛发，也可能是一个油漆。所以你们鉴定这些古画的时候，里边可能有 foreign article， 可能有当时这个花板在里面。假如你能找出那个花板，那你好像张大千的书房，他那里有什么花？我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花。那花，你假如找出这些，那以后你就看那些画里面有没有那种文物证据，那你也是挺不让的人好像人证，这个人证就是一个案件，打了一枪，四个证人。讲了什么东西？不同的，四个不同的样子，好像四个不同的案件。所以人证常常有一些误差的。人证现在的人证，可能就包括这个闭路电视、CCTV 各种的 CCTV public information， 好像这件案件发生在大陆，有一个bicycle racers， 他骑着脚踏车。就在这个校园那附近啊，跟着这女生啊，看到这女生落单了、他就去性侵犯。但是辩护辨识看不出这个脸，但是我们可以 visualize， 可以 enhance 这个人的脸，然后艺术家就很重要，能够给这个脸能够画成一个好的画，那就是科学跟艺术的结合。所以其实你们跟我们做了很多相近的地方，科学跟艺术怎么样结合，用在破案。像 FBI 为什么 Campus Wanted 也主要就是给照片啊，给他身高啊，这个希望社会大众提供线索。Forensic Evidence 从早期的狭义的定义，现在的 Evidence 有各种，有叫做 transit 啊，像火光、血干没有虚多大，好、像这个 traditional 厕所的盖子盖了没有，这个石斑的颜色，这是 carbonics 啊，一氧化碳，这是脸上的石斑，血迹的流的方向都告诉我们。所以我常常讲，很多的时候，有一个现场就像一幅画，一幅画你怎么样去看？像你这个玉山，你从哪边看？你这杜鹃花长在什么地方？刚才那个松树叫什么？
你是发现在路上半夜，这个刑警队长找我，李博士能不能帮忙看一看？我到了那里，他说博士，这个好像是车祸。我说我到美国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个女生一丝不挂在马路上被我的汽车撞了。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犯罪人的心理，所以你们没就心理学的。他就告诉我，这个犯人杀害这个女人呢，他希望是一个车祸，给尸体从第一现场搬到第二现场，希望车子压过去就变成车祸。所以从现场我们也要看心理，心理学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社会学对我们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在那边找什么？找死人。你不能整个尸体去找，除非很新鲜的小孩子了、女生了，这种我们是找大概人，假如用抱这个女人的时候怎么抱法。当然现在我太太太重了，我抱不动，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我有抱过，所以我记得怎么抱，所以大概怎么抱，你手指在哪里就到哪里找死人。所以很重要，一切我们都要了解他们医院他有什么，吃什么毒品啊，或者受伤啊，家里喝什么酒啊，都变成有很用的啊。那对这个voice image 这些电子物证也很重要的啊，好像其他 associated evidence， 所以这些 evidence， 所以电子科学我们现在实验实用的方法就主要是 physical comparison， chemical metal microscopic biochemical instrumental electronic， 这是我们做电子科学，但是你们做文物分析一样就是这些方法，没有其他，这是怎么不同的运用啊。好像1960年代我们实验室很简陋，到了2010年代实验室很sophisticated， 但是破案率并没有增加，为什么？仪器不能帮我们解决案件，凡事要问，所以仪器只是告诉我们一些 data。现在我们很多各种仪器，这些仪器也很多 printout， 只是告诉我们 data 而已。在人体鉴定就有很多这 rapid DNA， 很多新的 biometric， 将来都会用在主要要有的 data。所以我建议你们中心能够成立一个 data mining engine， 从各种从这个颜料，从纸张，从这个画的方法，从这个它MO 习惯怎么画然后各种成立一个即使 data DNA 跟 DNA， 它那些画上面一定也有指纹，它上面也有 DNA，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假如给整个结合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很有逻辑的设计。 Intelligence 好像一个爆炸案件，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Intelligence， 这个将来这个文物鉴定中心也有很多 Intelligence， 这些 Sourcing Option 的 Information 都在哪里，这些 Database， 但是美国现在发现很多 Auction House卖的都是假话啊！最近才 scandal 才出来，我本来想讲那个案件的，但是下次我们还是有机会讲啊。所以我们用的方法 ，data 变成 information 变成 intelligence， 然后你才能 predict police， 我们做警察的，但是你做文物鉴定的，就是 predict 这个文物到底是价值怎么样啊？所以 data 你一定要先整理，给各种data 整理好了，变成 information 给它 linkage 了，做成一套系统，就变成 intelligence and assessment， 到最后就是 knowledge。 你有了 knowledge， 做任何事情就会成功。就是办学校，说你跟台大台科大联合
你假如有了 knowledge， 那很简单，你假如只是有一些 data， 那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做很多 predictive， 就是预测大概在哪里有犯罪，然后就会能够 dispatch 警察到，好像要伤害到无辜的人或者原型，所以很 important 的是 intelligence is not a massive data， it's a amount of information， 并不是说你资料越多越好，只是你的 information 要越多越好。art 跟 science， 先有 art 还是先有 science？ 这我们讲第三个课题了啊，先有 art。先有艺术，你说没有地球就有艺术了吗？应该先有地球吧。但是地球不代表是科学。啊？是啊，科学到现在还有啊，人才有啊，艺术是啊，人才有。行星。那自然是，所以自然就是 nature 就是 science 啊。nature 也是 science。没有人就没有 science 不能 nature。太阳，你现在下雨，你能不能叫太阳出来？创造出来的。太阳已经出来了。下雨，所以大家想想，先有鸡还是生先有蛋，还是先有太阳先？先有艺术还是先有人类？所以很跟人每个人的意见不同的，我也不能答你。但是指纹我们知道，指纹是三还是二？都是都是上帝造人造出来的呀，对，是可以的，都是。它是 science， 是 DNA 遗传给我们的 science 啊。他说二，你们两个打一架，看看你会 OK。这个你的 fingerprint 是从你的 DNA 来的 ，DNA 一边是我的爸爸，一边是我妈妈给我的 ，OK。这个好像是 science， 但是真正 recognize fingerprint 呢是 art。古代的山洞里面画的，它并不是用来做鉴定，它是画的指纹，是 art。所以这个 art 跟 science 其实是结合的，你真要分开来 ，art 和 science 很难分开来的。所以很多大学文理学院混在一起的。The prehistoric Jew 画了 fingerprint， 当然 fingerprint 很多的人做了很多研究，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根本不知道 fingerprint， 但是他的书上他的作品他就是放在他的 fingerprint， 是到底是 art 还是 science， 他当时的像中国卖这个卖鸡，以前我给卖太太，现在我们连太太都不敢，太太要卖我们，是不是？我不敢卖太太，以前要卖妻子、卖小孩，那契约上面是怎么样？盖一个字。在大陆，我看到很多这个博物馆里面，收集了很多，所以他们现在要给我。就是卖孩子的契约。当然，在英国 ，Sir Edward Henry 来了一个 Henry's classification， 那就变成 science， 他怎么样 classify fingerprint？ 当然，越来越进步了，出了很多书，怎么比对？这是大概十年前。最有名的几个指纹专家，这是Professor Hunt 从英国，这个是从瑞士，这个从以色列，我们在旅馆里面讨论，因为马上要演讲，最好的这个化学药剂是什么？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意见，所以四个人讨论，看看别，然后达成同样的一个意见。Science
你可以达成一个同样的境界。二的话很难，你假如找四个有名的画家在一起说画一个同样的画，那太困难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上一我们现在有很多 detection technique， 尤其有这个database 能够去这个 FS， 但是现在最有名的变成二了，这是 fingerprint。这个画家他就创造新的平台，他就用这个做成很漂亮，他表演给我看，很会很厉害呀、啊。就这样指纹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二，在北京。我有其他的画家，另外的风格，看到没有？所以你就 fingerprint， 并不是说那很好看啊。你可以给上一次变成二，也可以把二变成上一次。这个是什么？笑脸。这是真的 fingerprint 啊。哦，还有个笑。很奇怪啊，它的这个 core 就是指纹的当中。这个是十，这个是二，这个是个小的，这个是个 happy face。我们以前就是做指纹的，大家就比谁 collect 的最多。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collect 了一二三四五六，本来我继续 collect 下去，后来太忙了，就没有 collect。所以这个也又是 science 又是 art， 他们没有。雪是三还是二的？三级是二，都是的。雪都三是不是？二数也是可以啊。我们知道打一枪就很多血迹，是不是？但是很多女性这是二，不是三。很多有名的女性都有这些话。我到法国也看到，我照了好几张这个图，这个是一张有名的画。所以做艺术的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画玉山，你可以画各种不同的东西，你只有能够成为一个另外的画家就可以了。所以这些东西各种不同的有字有画，今天我的同学。说突然被引到，哎，吴东明，刘平衡怎么样了？他说他是被引到的，他大概太兴奋了，他这是他的话，送给我了。我问他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你记不记得？那是艺术啊，那就是艺术啊，看不懂那就是艺术啊。刺青，以前在中国，在欧洲，都是犯人脸上刺了，你就不能再犯法了。人家一看到你，哎呀，就是个犯人了。刺青，在美国也是有刺青做海军的嘛。很多人现在年轻孩子给名字刺在自己的嘴唇里面。有些给男朋友女朋友的刺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鉴定人体的，假如车祸啊或者什么都要看看嘴唇里面有个名字。他这个人叫 Fred， 我说 OK， 他就是 Fred。 这个人说他是 Tim， OK， 我们就是 Tim。 但是现在在美国的刺青又变成艺术，越来越多的刺青的变成一个艺术。这是什么？有没有音乐系的？这里有没有音乐系的？这是什么歌啊？这是刺青。电脑，这是 science 还是 art？ 二，还是 science？ 现在电脑越来越多了。Something that you lost with age， 以
前那个 memory 的定义就是老了你记不得东西，就是 lost memory。 现在啊，哎， application 以前是申请工作叫 application， program 我们看电视节目， cursor 就是 vanity， 就是 cursor。 现在这个 keyboard， 以前的 keyboard 是个 piano， left 是个蜘蛛，蜘蛛蜘蛛的后， virus 是你感冒， CD 是你的银行的定期存款。所以现在的定义通通不同了。我常常半夜坐电脑，我就想到这个漫画，要给怎么样给电脑 turn off， 怎么 turn 都 turn 不 off， 我真想打他一枪turn off。 这个周末他在家里送 message 给人家，所以这电脑也变成二了，看到你看咖啡的咖啡，然后打了好香啊。所以就变成 art， 所以 art 跟 science 的定义越来越不搭了。这个最好玩的 cool， I just saw it on eBay， 他们两只猫叫他给狗关掉。所以 eBay 上面也变成各种样子。所以 human 到底是 science and art， 当然 genetically wise 是 science。 你们体育系的他就是很强壮的，是的，就啊，体育系的在这里最聪明的做发明家，最强调的做体育家，这个考试考 BNC 的就赚很多大钱，他就做企业家，然后没有用的就做国家领袖，做政客，然后呢做老师。是我们最辛苦的，教了那么多人啊，什么钱也赚不到的，名也得不到的，只做老师啊。所以 science art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 logic， 逻辑。逻辑是什么？逻辑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很多 data， 有 information， 有 knowledge，有一点是 belief， 有一点是 reason， 所以整个的 logic 就是怎么样运用这些一个 reasonable explanation。 通常你处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会用 logic， 有的时候 common sense。 什么 common sense？ 太阳东边起，怎么去证明呢？你不用证明，我们早上每天都是这样，就变成 common senseOpinion 是你个人的意见， speculation 就是中文怎么讲？ speculation 就是不是没有根据的意见。枪声打死人，这个人死了，逻辑怎么讲？被枪打死，也许被枪打死，也许其他原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叫做 theory develop， 从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 develop theory。 第一个你要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然后再 coordinate 这些 result， from the result 你 implement alternative，然后 alternative 你还有 verification 这些 fact， 然后再 action decision making， 然后 develop 一个叫做 hypothesis， 到最后你 testing 这个 hypothesis， 假如对了你就有一个叫做 theory 一个理论。所以我们做电视科学就是要这样鉴定物证，鉴定古董，做文物管理，
艺术通通是跟这个营养怎么样 implement 这些。Learning 当然很多人说是 Sherlock Holmes， 其实 before Sherlock Holmes 就有 Learning， 但是 Sherlock Holmes Learning 并不是 Sherlock Holmes 自己的 Learning， 其实是 Sir Conan Doyle 是这个作家的 Learning。 一般人常常说是福尔摩斯的逻辑，福尔摩斯是个虚构的人。所以今天呢，大家我们讲拉力有三种拉力 ：inductive、deductive、abductive。假如这个规则每一个规则有些案例，然后有了个结果，我就会到规则到案例的结果。假如下地就会湿，什么时间到了？啊，还有几分钟，时间到了，要讲到几分钟？五分钟、三十分钟、两分钟 ，OK。逻辑呢？那就不管了，不管逻辑了。今天这个李崇文教授留学，他是不是会打一枪？不一定啊，对啊，你就有 logic 了。假如说他明天会打一枪，那李崇文会怎么样？就会留学，不一定会死，打一枪不会死。你打一枪留学，所以我们做电视科学就是靠这个 logic。假如这个人自杀，所以打一下有 forward style back style， 很多血就会到他的衣服上。所以我们到现场看他的手跟衣服，为什么看他的手跟衣服？就是有逻辑来证明他有没有自己打一枪。假如人家打他一枪，他死，这死者的手上不会有血的衣服。你好像说这个话是1926年的话，但是用原子壁画的，是不是？你就晓得这个逻辑上不可能的发生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些话，下次我们再仔细讲。像这个案件，大家告诉我，我到现场看到这样，逻辑告诉我是。
就说明了发现老虎了，连他走路的姿势去演讲，他演讲也拿很多钱了，要有人要请他，师大有点请他做英语教授啊，结果吵得不能再吵了，我去买地产学，他们说李博士一定要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是真老虎假老虎。哎呀，我说我对老虎没有研究，我只是舒服而已，我对老虎没有研究。他们我跑到桂林，他们跟到桂林，跑到泰国了，追到泰国，追到美国，追到美国。后来呢，人不能心软，我说哎呀，这个太麻烦了，他们就找我帮忙。我这个心一软，好了，看一看，一看变成我的麻烦了，这老虎。这个老虎他照了很多张照片，看到没有？这个老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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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树在动，看到没有？老虎在动。我做了个动画。对。拼上去。看到没有？这个老虎，树叶在动。老虎没有动，老虎的舌头就伸在那里，眼睛、耳朵都没动。你想想，人在树林里面都要动一下，那老虎这么多分钟没有动，但是我想它用什么科技做的就想不出来。我认为这是假的老虎，但是它怎么合成呢？我说这个中国的农民技术水准太高了，没有办法。但是中国的网民更厉害。网民，啊，我们看了这个老虎的阴影啊，这些中国的网民更厉害，他们找到一张日历，所以来讲，我说不是这是像不像一个老虎？我看这个老虎有点面熟，但是呢，颜色有点不像。但是大家做照相就这种 Photoshop 都知道，这个颜色好像可以变的，颜色不是问题，这个老虎有点像。所以呢，我们就到动物园去看看这些老虎。我说你们有什么不同啊？结果那个老虎说我们不同啊，我们身上的瓣骨不同，就像人的指纹。结果发现就是我给这个日历的老虎做成黑白的，看到没有？两条脑门，一个出门，一条脑门，一个出门啊。这里几条门，这个两个脑门，现在跟这个老虎比一样，看到没有？这里跟这里一样，这里跟这里一样，这两个脑门跟这两个脑门，这个圈门，这里是个圈门，这里勾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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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包上一个大勾，你包上一个大勾，一样是这两个脑门。所以科学跟艺术就结合起来，我们见识就用很多的艺术就做了这个对14点完全相同，然后连胡须的数目都一样。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真老虎就是纸老虎假的。所以广西的公安厅那时候我行政队长现在升到了这个大案，所以现在高升了，变成上海市警察局长。当时拿问他，他否认，但是在家里找到一个物证，打开一看，就是一个老虎脑袋。我们以为他用高科技，其实他用最低的科技。怎么呢？他就用那个纸板到树林。插在这里，把警察插到这里照一照，插到这里照一照，所以它完全是一个纸牌，在不同地方照，所以树叶在变，老虎没有变。我们想的太多了，以为它有最高的科技，所以它就抓了它，抓了它，有个老虎喝了，所以这个科普章也是这个艺术，它喝了个老虎在树林里面。所以这个案件司法与艺术结合，然后会判刑，现在他出来了，出来了又宣布他看到老虎，但
是他没有带照相机，因为他不敢照相，照相我就会发现啊、所以这个拉紧太重要了，好像飞机高空爆炸就会有很多碎片。我调查过大概八件飞机失事的案件，这是科学跟艺术的结合。飞机就变成很多碎片，然后我们鉴定的时候就是一箱一箱的人体，然后有鞋子啊，有骨头啊，这告诉我们飞机是高空爆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搞到现在我找不到，他第一天 CNN 跟北京电视台问我，我说不是像他们讲的高空爆炸，因为我们处理过一个碎片，然后一个碎片都没有看到，我说是整个飞机的。假如当时他们听我们的建议朝整个飞机，那就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些碎片。我们也调查过一些飞机停的飞位，它是整个飞机下去，它的人就是整个连椅子都是整个的椅子。华航以前失事也是人体整个的人啊，这是即使被动物吃掉的话，整个人它是一个人体。每个机上的椅子都是整个的。所以建议你的各位用这个马来西亚人呢，问题就是他假如在高空爆炸在这里一定会很多碎片，到后来他说他有 radar 旁边的天气啊，其实到了哪里到处找，很可能的就在这个深海的地方，这个海沟的地方。你现在假如前Before 30 days, I've got black box on your signal. 你越新鲜的就是第一天到一个礼拜越强，再加上大家那么多人的时机，你在第一个礼拜应该找到 signal， 但是他们找错了地方，找碎片。所以这个他花了60 million， 他就是没有用 logic。应该是在这里深海的地带。所以 investigation 呢？一定很重要。好像这个案例，11岁的一个小孩子叫做 Angela Padilla 失踪了，失踪了，不见了。Next day， 到处找，后来尸体找到，29岁，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抓到这个凶手。怎么处理呢？这个案件就是刚才我讲这个 concept，crime scene 在哪里？Information， 一个女孩子失踪，第一个要社会大众 information， 她住在这里，你要叫社会大众提供信息。在美国，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Amber Alert， 假如一个小孩子失踪，马上电视通通频直播这个节目，马上 Amber Alert， 公路上的公路牌马上有 Amber Alert， 这样的话就很快能够找到这个失踪的人。好像自从有 Amber Alert， 591个小孩子被找回来。这个很不幸，我们 Amber Alert 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警察就组织了搜索，在山上，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半夜6点多钟，我到现场去这个女孩子，所以我们一看就晓得这是第二现场。抛尸的现场是在其他地方发生，这个 crime scene 很重要。这个树枝从哪个树弄下来的？那接口的地方我们就要找 DNA 跟指纹，因为它要给树枝掰开来。同时，我们发现它的什么东西不见了。裤子、裙子跟鞋子，时间到了是吧？到了没有？到了，好了，我们就报案，报了。
很重要的，就是不安的。好，你喝的橘子水，所以一段话上面都有这些唯物的证据。这个很重要。这个裤子有什么错误啊？那条内裤被人家穿了，女生穿内裤很小心的。今天假如我检查女同学，大概每个人都内裤都穿对了。假如检查男同学，可能有四个穿反了。这个public intelligence 它在哪一家？它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做个 talent analysis。所以将来你不建议你是一定要 talent analysis。两点多离开学校，两点四三十知道了，加两点五十分出发，两点五十一送报纸，三点十分。拉西对我们开导，四点二十分报告妈妈说女儿没有回家，四点三十分检查当地的警察到了，四点五十分报告周警局，四点五十分五十五开始搜查，五点五十分找到尸体，六点十分重案小组到了，六点二十五分重案小组通知我到了，所以这个时间的分析非常重要。谢谢。